手唔該你幫我咧，就唔好咧揩喺呢個木度，唔係因為有手指木，係因為呢個姿勢唔啱。我抹琴嘅時候唔要 feel 到你隻手喺我前面，如果我咁樣咧，即係你掂住個木咯喎，知唔知道？你唔好俾我掂到，OK 好叻仔，係啦，逐個逐個幫我對音。 首先呢個大家都叫 C 音係咪？係。落翻嚟，唔使嘅，個 G 就得一個。 我今日會教曬成首，但係我最多唔教你呢個嘅啫。我哋而家今日先學 walking， 慢慢行，慢慢行，得唔得？咁咧呢個我唔教住都得，我哋下一堂教點樣跑步都得。OK， 咁但係我想快啲，唔係難啲，佢成日唔難嘅，不過就快。 但係今日我想你幫我每一個音咧做一個動作，聽住咯喎，識唔識讀呢個字啊？醒目，有，有，醒，你學咗啦已經。最尾嗰個咧？Relax。 系咪我教你噶？系咪我以前教过你噶？我记得我应该有读过，但我冇教你串过咯。俾个 like 你先醒目，送张贴纸黐喺件衫度好嘛？定系黐喺呢度好啊？好，就黐喺上面。哇，好开心喎！咁叻嘅，三个英文字母都识喎，细佬。
你咪幼稚園咋整係？係啊。咁快教呢啲字啦咩？係啊。OK。俾個男仔你先，呢、這個男仔係音符男仔嚟噶。叻。係啦 ，up down relax。好啦 ，up down relax 係做啲咩呢？係講緊你個手指要做呢啲動作。OK。好，你兩隻手一起放在琴度，因為今次呢首歌我哋就一起喺個琴度。好啦，咁咧 up down relax 初第一次我哋就慢動作啦，就 up， 唔係 up， 係起身先 up， 唔係放鬆個方法，睇住啦 up up， 我哋要彈邊隻？我哋彈呢個啊嘛 up up， 其他擺翻個琴度，淨係提起佢啫 up。然之後諗一諗咧，彈嘅時候用邊個彈？手指公用呢度，手指尾係用呢度嘅。OK， 嚟咯喎 ，up down relax relax 係冇音嘅，要一齊冇音得唔得？嚟多次 up down relax relax 好，跟住輪到 D 音啦，又嚟咯，其他手指都會喐噶 ，up 喐少少唔緊要啊嚇，唔好黐住個琴就得噶啦，唔好黐住個琴。係啦 ，up up down relax， 跟住第三首字啦 ，up up down relax， 跟住 F 音咯喎 ，up down， 嗯 ，F down up down relax， 最尾。Up, down, relax. Relax 咧就唔使成隻手落去嘅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叻仔喎，好，全部都要幫我做 up, down 同 relax 呢三個動作，知唔知 ？OK， 彈曬成首噶咯喎，記得要 repeat 喎，收唔收到 ？OK， 自己彈一次，我睇下你有冇。媽媽冇留俾你喎，好似係你個冇啊！佢攞咗俾哥哥嗰個比賽啊嘛！你唔好講咁多嘢啦，又係啦，走嘅時候提老師俾支嘢飲你好唔好？不過要乖喎，如果你堂上唔乖俾我鬧咧，咁就梗係冇嘢飲噶咯喎，知唔知道？好，自己彈幾多次好啊？細佬你自己講，你先彈幾多次？彈兩次好唔好？一次幾多次啊？零次。彈幾多次你自己講？咁多啊？五次。唔包 repeat 咯喎，咁就好唔好？因為如果你 repeat 就十次噶咯喎，五加五等於十啊嘛，啱唔啱？我冇計錯數啊，淨係五次好唔好？唔包 repeat。OK， 咁我幫你簽今日嘅呢一個練琴表啦。係啦，叻仔。上面和下面都要，上面和下面，下面那個都要，不要跳音啊，
你而家几多次啊？咁但系咧，而家我哋先打开本书睇一次先。哆瑞咪，系咪弹四次啊？唔系，我要你弹一次俾我听咗先。你仲有一啲嘅位咧係未夠熟嘅，你知唔知？你覺唔覺？嗯，你自己決定。而家堂上面我哋彈幾多次，跟住彈完之後，我就要開始逼你要加快噶咯喎。因為我唔逼你，爹哋媽咪又唔忍心逼你，咁你就去到比賽嗰日都係彈咁慢，好唔好先？媽田，你都想攞獎噶？上次有冇攞獎啊？你記唔記得？十二月，好似有喎，不如攞第三啊嘛你。今次我哋參加嘅呢首歌係難啲嘅，
所以如果你要攞獎，想好似上次攞獎，你就要再勤力啲喎。你冇理由攞翻 B B 歌去比賽㗎，因為你個人大個咗㗎啦嘛。我哋梗係要攞難啲嘅歌㗎啦。如果我而家叫你攞首 Mary Had a Little Lamb 比賽，你制唔制啊？咁肉酸唔好比啦，係咪呀？我教 B B 仲好啦，係咪呀？咁我哋梗係要揀首難啲嘅，咁先可以俾人見到自己有進步㗎嘛，啱唔啱先？我哋一齊努力好唔好？好。Give me five。呢邊啊，好啦，加油，好冇？幾多次？冇五次啦，太多啦。三次。而家行多四次，跟住我哋就開始同佢做朋友啦。OK， 好，開始。又是由頭來講。
未跟到佢。在個化嗰度繼續努力。上去啱嘅開始，得細佬再嚟過，你未跟到。你都想做得最好的嘛，是不是？你都想攞獎的嘛，你現在這樣甩咳，你覺得你自己攞不攞到獎了？你不是太甩咳，但是你扮塌拍子不對呢，會扣分。一扣分就即是沒得攞到最高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很難，如果被人扣了分，是不是很難攞獎了？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跟他做朋友呢？就是要你的拍子要平均，要跟得啱，因为拍子机它不会一时快一时慢的嘛，会不会先？会的我就打烂它的了。会不会？不会的，拍子机是很稳阵，一拍、两拍、三拍、四拍的嘛，啱啱 ？OK， 坐好，再来到我，得不得？攰不攰啊，细佬？攰少少少攰系咪？你帮我弹到去个苏，弹完个苏个罅，你翻屋企自己练好不好？嗯，我会写低拍自己的数字俾你。
以，不過都係有啲唔啱嘅。俾我睇下個拍子係幾多先？100啦，得唔得？拍子記好。哆瑞咪都係啦，冇新歌，淨係得阿哆新阿 D 仔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，休息一陣。